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啊？我想带你看你生日的第一个日出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走吧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啊？去哪儿啊？跟着我走就知道了。 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啊？我还没有睡醒呢。我想带你看你生日的第一个日出。这是多年来我的一个习惯。每年生日，不管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早早起来看清晨的日出，因为这样能够给我带来好运，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好运。谢谢。 其实你走了之后，我一直挺不安的。那天晚上的事，我很抱歉。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替他干什么？看来你还是生气了吧？不然怎么会不辞而别？我本来以为你是真的来给我过生日的，看来你还是来兴师问罪的。 我哪敢啊！只是你之前说打算一辈子待在雨天，这不辞而别，想必是另有原因吧。辞职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我就是太累了。不错，我知道樊律去找过你。没错。 蒋总是找过我，想必他跟你说了什么吧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聊了聊。随便聊了聊。是啊。你不是带我来看日出的吗？我现在真的好享受这一刻呀。 你生日快乐，永远开心快乐。 谢谢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